警官，这大半夜把我叫过来，什么事儿啊？是不是有啥误会啊？咱们啊，让他俩给你解释吧。哎呀，咋是你们俩呢？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晚丁。去晚丁干啥呀？我们俩在路上撞到军统抓日本人。啥？我们俩帮他们把人抓到了，结果一查，发现我们是逃兵。 要送到晚丁去，你们俩逃跑啊？就他逃，我去追他的，还不是因为你？看见日本人跟打了鸡血一样，拿着刀就砍。这那跟我有啥关系啊？是你从新加坡把我们带回来的，逃跑是你监管不严，连带责任。不是你们俩逃跑，我又拦不住。跟军统解释去。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？ 跟他们一起去晚丁！哎哎哎哎，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！哎，我不去晚丁！哎，我不去晚丁！哎，停车停车！什么？佐藤少佐被军统抓了？是，这不可能！花钱买的消息，应该不会错。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？ 像佐藤少佐这样的人物，绝对不会轻易被人抓住的。他一定是另有安排。我们还是耐心等待，等待传奇的发生吧。是。云南寨能抓到传奇少佐，可真是个奇迹啊！于中尉，你可是头功啊！ 这是云南镇的功劳，主要还是站长您指挥有方。哎，你这么说，我倒不好意思了。周站长，医院的李医生被佐藤给杀害了。哦，小事一桩。能抓到佐藤，死一两个人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你应该能联系到方天海吧？你跟他说。 消过毒了？是的。这个你帮我拿着。这是什么？特制的钥匙。开什么的？什么都能开。你把这钥匙消下毒。 塞进去，把钥匙塞进伤口里。啊！其实有没有方法可以让伤口消失？ 或者看上去像是旧伤，那就只能找机会当着他们的面受一次伤。
怎么不敲门呢？之前你问我为什么来云南，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。你要告诉我什么？ 他是为了让不会怀疑，不会怀疑什么？不会怀疑我，其实是自投罗网。我也想过，刺死那个叛徒，然后被你们抓住，那就太容易了。一个王牌特工这么容易被你们抓住，你们会起疑心的。你故意没杀死他，对吧？对呀，当你们得知那家伙没死，一定会猜到我会再次动手。 立刻封锁所有出口！是，是。我想要的是那份不能见光、真正记录滇缅公路秘密的那份资料。对不起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这份资料一定会在您手上。一分钟，再给您一分钟的时间，仔细的考虑一下。 不会是佐藤少佐呀？
这是什么路啊？这是，啊！你大惊小怪啥呀？这是滇缅公路，你慢点儿，别靠那么边儿行不行？哎呀，行了，一直叫个不停。这条路上开车，跟找死有什么分别？哎，你慢点儿，你别靠那么边儿行不行？真不像个男人。我不像男人，你像男人行了吧？胡若川，他是不是像个男人？ 干嘛？你要吐啊！别停车！停车！停车！哎呦，你这吐能不能走远一点啊？太恶心了，你真是！啥时候能到晚冰啊？骨头都快散了。早着呢，哪有那么快啊？ 有多少名字，就有多少亡魂呗。这么多人埋一个坑里，这什么讲究？没啥讲究，分不开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条路百转千回，穿山越岭，不好修啊。我跟你说坟呢，修路没机器，全是靠人工。那时候这周围十里八县的，只要有劳动能力的。 都过来修路，谁修路啊？都是百姓，就连妇女和孩子都来了。你不是说这条路颠簸吗？这都是那些老百姓一下一下用大石碾子碾出来的，不分昼夜的修路啊！你可不知道，那些大石碾子有多沉。为了修好这条路，老百姓真是没少遭罪，稍微一不小心就有伤亡，活活被这大石碾子给碾死。 不小心滚落下来，下面的人将无一幸免，那场面血肉模糊，都成团了，分都分不开，所以就都葬一起了。这死了多少人，根本数不清，有的连名字都不知道。 都埋一起了。老人说，这些亡魂会守着这条公路，死了这么多人，修路还这么危险，他们干嘛不逃呢？日本人步步紧逼，国家都没了，往哪儿逃啊？到处都是日本人，为了修好这条路，有的是全家都死在这条路上了。 谁来给他们上坟？哎，只要在这条路上开过来的是中国人的车，捻起的灰尘就算给他们上香了。这就是方伯伯要你回国的原因，让你知道。 自己的血脉是从哪儿来的？这两天没问题吗？这两天没动静，按佐藤留的讯息，明天就要碰面。我会跟丽花一起出城。我带人跟着你们，一定保持距离。我知道，不会打草惊蛇的。我一直在想，佐藤为什么要抓周站长？他从保险箱里拿走了什么东西？别担心了，明天。
就能抓住佐藤，救回周站长，到时候就会有答案了。希望如此吧。啊，对了，你弟弟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到晚丁的情报站了，你不用担心了。你不去洗个澡啊？这洗个澡老舒服了。哎，你坐这么长时间车，你不累啊？怎么了？刚才在路上被震撼到了？哎，是不是一股保家卫国的热血涌上心头？哎，我要回新加坡。啊！我不能像他们一样，就那样死在路边上。不是，行，走吧，我不拦你，想走也行，想跑也行，但是我提前跟你声明啊，这地方荒山野岭的，啥怪事都有，我估计你出去不到半天，连骨头都回不来。怎么成现在这样了？哎，我还想问为啥成现在这样了，我因为啥就来晚定了？你就睡吧你。大半夜不睡觉，干啥呀？这是谁呀？这是？哎哎哎哎哎哎！醒醒醒醒！来来来来来！你看你看你看！我总觉得他跟别的女孩不太一样，是不是有啥故事？为你安全考虑，不要出门。耶，那个日本人不是已经被抓起来了吗？跑了，跑了，不止他一个，连我们站长都跑了，真是活见鬼。李中尉，中尉，中尉，怎么了？医院打电话来，特高课的那个叛徒想要见你。没空，等我回来再说吧。他说他可能知道佐藤的真正下落。你们问清楚。他说只能告诉你一个人。你们跟着方天海他们一路留下印记，我去一趟医院，很快追上来。你们先走。是是。快去医院，快。修这条滇缅公路死了不少人，还真不知道这条路的背后有这么多诡异的故事。哼，怎么，特高科的少佐跑到云南来就是为了寻找离奇故事？哼，你知道吗？这条路的背后藏着真相。什么意思？你干什么？我只能告诉你，我来云南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了解这背后的故事。
你怎么知道佐藤藏在哪儿？佐藤次郎刺伤我之前跟我说的，让我如果见到被捕的梨花大卫，就把地址告诉他，让梨花设法跟佐藤会合。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？我因为佐藤被你们抓起来了，我觉得没必要说了。现在知道他跑了，我才担心，怕他回头来收拾我。地址给我，玉露丸，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吧。医生说，我没伤到内脏，伤不算重。这么积极？当然了，我也想将功赎罪嘛，不然我的下半辈子就得在牢里度过了。这么烂的路怎么小心啊？哎，你别趁机倒我身上占我便宜啊！哎，你要吐把你扔下车去啊！真是，就去趟瑞典又不去缅甸，不知道非要跟着来干嘛？我去办货不行啊？那你呢？看着你啊，不然你又跑。我是这种人吗？你就是这种人，一边吐去！济公的衣服，我去看看。嗯，日本人一直派人暗杀从南洋回来的司机，时不时就放冷枪，还有往城里扔手榴弹呢。哎，别动！啊？怎么了？哎，咱们别弄得这么紧张呗，我害怕。对呀，我感觉哪儿就是不对劲儿啊！我说吧，啊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日本人拿这个尸体做诱饵，想多炸死几个。砰！你要的东西都到手了，你还留着我一条命有什么用啊？这就活腻了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闲着也是闲着，边等人边画画呗。你画山？是地形。将来帝国进了云南，都有用得着的时候。我创作的流派，既实用又艺术。可是你们日本人呢，打不到云南。我等的人来了。少佐阁下。哎，你要干嘛？我推着他肩膀，你用你的菜刀把引线割断。菜刀够不够快啊？这可会炸的！别废话！我说咱们现在赶紧走还不行吗？不行，不能扔下他不管。可是已经死了呀！死了也是同胞呀！你就别说啥了，他从小就这样，我都没说话，听他的吧。快点，来吧！这人我在修车厂见过，啊！就这么没了。你们是跟着丽华和方天海过来的？是，就在前面，过了林子就是。怎么离得这么远？方先生留了讯息，让我们放开点距离，夜晚不够隐蔽，我们找更远一点。没跟丢就好。
远远的看了，就四个：丽花、佐藤，还有方先生和周站长。你的确没有撒谎，佐藤确实在这附近。就算没我，你们也找到了呀。好了，你提供情报的功劳会给你记着的。谢谢众位，谢谢众位。部署一下，准备抓人，保证站长的安全。是。看看，挺像吧？刚才听丽花说，你们能逃出来，还得多谢方先生帮忙啊！不客气，我们都是自己人嘛。方先生，你们那个女人的误导，我曾经怀疑过你，很是惭愧。啊，没有。饿不饿？烤土豆，出城的时候顺手买的。不了。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少佐，我们是不是先离开这儿，军统再寻找我们的下落？别急，还有节目呢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急不急啊，真不吃。就按刚才部署的，分两路上去，确保他们逃不掉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于中伟，于中伟，要不我就留在这儿吧？啊？怎么了？想趁机跑啊？不敢不敢。嗯。不是要立功赎罪吗？自己跟着。好，好，好。最后再确认一遍，要保证周站长的安全，明白吗？明白。隐蔽！少佐，这枪声离我们不远。李华一剑。你和那些中国人犯了同样一个错误。什么错误？都以为我是一个人来的云南。哎呀妈，累死我了，哪干过这种活啊？手都磨出水泡了啊！可惜没有墓碑。有墓碑有什么用啊？他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？差不多了吧，咱们走吧。哎，那车咋办？车？嗯，咱们先到晚丁通知军方就得了。我说了吧，回来抗什么日救什么国呀？死了连个名字都没有，这有什么意义啊？名字不重要。他会跟这里其他人一样，守护着这条路。走吧，回晚丁吧。其实我挺佩服他的。但我学不了，我只是个小人物，一辈子当不了英雄。小人物有啥不好的？活的时间长。对，什么都没命重要。对，命比啥都重要。走，走，走，走。不要硬闯，这是日本人的精锐。
云南太重要了，我坐飞机先来，其他后援陆续赶到。不可能，这些天军统全程排查，如果有大批的特高科进城，不可能一点线索都查不到。他们没进城，一直在城外等着。你早就有埋伏，为什么？还不是为了一个玉兰亭？就为了一个军统的中尉？这么说，玉兰亭从重庆调来云南，真正的目的你也不知道？少佐，你怎么知道玉兰亭会找到这儿？有人会给他线索。敌方人多，分头突围，走。是。你跟我走。哎，把枪放下，把枪放下，放下。什么时候和佐藤串通？从他捅我那一刀开始。你就这么被他说服了？少佐说的对，军统永远不会信任我。别忘了你自己是中国人。我既然已经错了，那就将错就错。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些，都是佐藤的安排。你错了，双重阴谋，既为了周站长，也为了我。我有那么重要吗？那我可不知道。别，别动！站起来！起来呀！枪声停了，玉兰亭应该被抓了。去把周站长带上，一起去看看玉中尉。方先生，喜欢我的计划吗？您的计划里好像没有拯救梨花大卫。我相信梨花大卫也相信你。你看，你们不是安全地逃出来了吗？要是没逃出来呢？够了，方先生。加入特高科那一天起，就已经做好了随时献出自己生命的准备。走吧，去看看玉中尉，是他抓了你们。这样吧，我会让你亲手报仇，这也是感谢你对帝国的忠诚。我很荣幸。走。你倒是很听他的话，真让他捅了一刀。不这样怎么获得你的信任？谁说我就信任你了？都到这步田地了，你嘴还硬？你要干什么？别动，你别动，我开枪了。别动，你要干什么？别动。没子弹。这把有子弹。习惯讲中文。嗨，中文是。情况怎么样？这是玉兰亭先失了礼兵，在那边。你们呐，一个个办事不用脑子。拿来。德国带回来的，射程不错。
走，快！打得还挺准啊！不好意思，我也不想你死，没办法。龚天海，中尉说这个人没用了，准备击毙。你还笑什么？佐藤，等着吧。反正他也活不了了，再送他一程。把周站长带走，其他人跟我去看看有没有抓住玉兰亭。是，带走。亲自保重。看，机会来了，射程正合适。之前我在特高科看过你的记录，枪法不错。再说了，这一枪没什么难度。如果你打不准，我可要亲自来了，请吧。佐藤费尽心机要抓兰亭，一定有重要目的。现在杀兰亭不合情理，这枪里面一定没子弹。方先生还犹豫什么呢？心机要抓兰亭，一定有重要目的。现在杀兰亭不合情理，这枪里一定没子弹。枪法好，枪法可以把枪还给我了。保护王御制卫撤离，快！好像是军统的后援。玉兰亭还真小心，抓个人还有后援。中尉，小心点。什么怎么办？人家地盘打不过就跑呗。
这样，分一队人阻拦军统，其他的人分散行动，在基地会合。别忘了带上那个周站长。是，走。方先生，我们走吧。这地方人挺多的呀。啊，这是皖军中转站，都是南洋回来的，修车休息啊，货运中转啊，这条路上这样的地方挺多呢。把你们这儿管事的叫来。我不是南洋司机，哪儿那么多废话。来休息一下啊。谢谢啊。那一枪打不死人。我说你这绕来绕去的不累啊，这让日本人发现咱们就死定了。从昆明派到这里的那三个技工呢？其中有一个男的姓方。报告中尉，跑了。